啊，第四组是黑的，那是你们是最好的。第四组是第三组吗？第四组是第三组。来这边扫一下。Thank you.
在是蛮正式的，那些好像真的，你看就是比较完满。太远，后面这里的感觉，有有有。
好，待会我很快的就可以统计出来了。好，我可以统计了。那个这里它这边就会秀出我们的统计票数，那第三组得票是最高的，最高给第三组。等一下不要客气，就直接走进去。那这个也是可以在让孩子们做功背的时候，或者是共同创作可以做使用，甚至是他们在找资料也可以秀在上面，还蛮好用的。我自己觉得这是用起来蛮上手的。再来还要介绍一个更简单的，那个大家都常常用 Google 对不对？那你们知道 Google 有一个 Google 文件吗？有在使用 Google 文件的老师请举手一下。太好了，只有一位老师，是不是？